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女生啊，就是会注重一些小细节，然后这些小细节呢，可能别人看没有办法看得很仔细，但我们自己看可是很清楚的。有的时候包包上面绑了一条小丝巾，感觉就不一样，或者是像带一些配件啊，或者是一些 logo 啊、图样啊，有一点点的不同，就会心情上差非常的多。所以像是我在艾菲尔包款上面，也会看到他们在细节上的专注，不管是在收缝线啦，或者是在收边，还有像拉链的细节，还有我们所有的那个图样的配置，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体贴。我拿给大家看。看好了，这个包款是2020年秋冬的新款，然后这个包包的名字很可爱，叫 Alona。这个 Alona 包包呢，当然我最爱，第一个看到就是它的桃红色。桃红色的包包其实在市场上我觉得没有那么多。那 Aigner 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平衡它们的线条感、利落感，就会让它增加了一个女性的魅力。那同时最棒就是它有很多棱线的设计，不是只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包包，它有一点弧形，甚至我觉得啦。我自己看起来会觉得很像天际线，所以其实在拿这个包包的时候，就会看到这个线条当中呢，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。女人我最大。